真肥事情拢解决了，一切解就是。那眼前这位婚姻，你要如何处置？斩不出人，你当指挥不公，以为王家之灵。哎呀，前辈该不是要继续追求吧？这是哦，那么看你是不是有这份能力追求。天下又不是一人独有，你一定是讲你的强点吗？凭什么你讲我错，贴分就错？你讲我行动，贴分就行动。武林原本就是强者生存，贴分根本无感觉自己最出好事。好一个强者生存，那五分也无话可说了。五分，里面暗示贴分的事，必进就进。我已经讲好多事了，今天就算贴分进死，也是我自己技不如人。五分，你听着，两位的话五分拢听着。既然恁坚持，我也不便再留下，只希望哪一位蒋下分，唔通袂记得来通知五分一声结果，请。要是要会他魂武功，我都杀去了这魂。几对应，一定要是令俏金英雄梦，英雄定为一，英武士为情，天下第一的秘密，一笔各传吗？林小开再出江湖，个人的作风有什么改变呢？叶小天又要如何面对祖孙之间的矛盾？大武先生是一模刚，却是受人利用，武林的局面逐渐明朗，又出混沌。这一是洪武之前的变化吗？欲知未来，请勿错过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英雄本之风起云涌》第五集《新兵之剑》。